由於今日冇咩 event 或者 activity 舉行，所以今日好平靜。係，就係咁啦。而家我要到9點鐘先收工，3點至9點鐘，晚上9點。唔錯啊，今日都幾好啊，心情都幾好啊，冇咩人唔使咁辛苦。頭幾日，哇塞，做完嗰邊。第二邊、第三邊、第四邊，亂來亂去，不斷喺度 run，around。哇，幾十 run 到我腳都攰。今日啊，好輕鬆啊！今日係奇蹟嘅一日，竟然係咁輕鬆嘅，從來都冇試過。坐在中間都無所謂啦，免費入場呢度。中環係冇，好啦，片到呢度啦。